年一度的抓金蝉的季节到了啊，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出来抓金蝉，现在是下午5点多啊，这时候我们先把那个胶带啊给它缠到这个树上去，然后等到它晚上出土的时候我们就好抓啊。分开行动啊，阿溜负责这一边，把这个树全部给它缠住，用胶带缠住啊，然后它经常晚上从地里面出来，爬爬爬爬爬，爬到这个位置，滑滑的就上不去啊。它等一下都会待在这个位置啊，把这些树全部缠起来。这边两个啊，潘子啊，嗯，想吃就得干活、哦。对呀、啊，拼命的干。这一排负责给你啊、哦。马上下雨了啊，然后在这边煮个饭吃，炒米粉。这是炒米粉吗？拌米粉，炒米粉，猪脚汤。今天条件有点艰苦啊，将就一下啊，将就啊，来开吃，吃饱干活啊，吃饱干活。好好剪啊，手点分一下啊，来一人一个。现在天黑了，准备开干啊。现在又开始下雨了，他们已经进去啊，走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啊，他竟然还给越狱到上面来了，这还是我们去年缠的膜哈、啊。看来这个膜缠一下可以顶2年，但是他还可以上去，看，他还可以跑到这个膜上面来。一只了，两只，三只，四只，五只，这个看看，哦呦呦呦，有啊，六只，哇靠，这个树上六只，一棵树六只啊，然后这个栽完了。抓到了，我们先扔在这个桶里啊！如果不放在桶里泡着，它那个饲料后它就长翅膀，它就蜕壳了，就是防止它蜕壳啊。这盐巴水，搞点盐巴水泡一下。还有一个好用处就是，等一下我们回去吃的时候更入味啊！啊，它就卡在这个位置，我就怕去年缠的有的给它跑上去了，还能防得住啊？这个缠一次可以顶2年。哦，怎么跑到这里面了、啊？那个什么什么鸡笼，这是人家鸡笼，活的，活的，还要去里面去找。六啊，这还有野生葡萄，啊，很爽啊，野生的葡萄，没有一粒红的。看着这里也化彩了，这个嫩嫩，嫩嫩，这个也嫩嫩，这个也嫩嫩，这个也嫩嫩。嫩嫩的，我看还有没有啊？哎呀，这一棵树这么多，大树还是好啊！你看，大树好、啊，哎，大树还是好，有的小的树也有，我看多少了，哎，也蛮不错，嗯，啊，再剪走啊，啊，继续再剪啊，往前，发财了，兄弟们，那边也有，咦呀，哎呀，哎，这一圈看看，来，那个空壳，啊，这个空壳，你直接装瓶子。给它塞瓶子。哇塞！晚上够吃啊！四个。嗯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数一下啊！这个已经都太晚了。两个、三个，这个先抓掉。嗯，太晚了，都出来了。嗯。你看看啊，这边没有了。四个。一二三四，四只啊。四个。啊，四只。啊，活跳跳。你看一下今天这个瓶子能不能装一瓶啊？啊，又来了！哇、哦、塞，后面有没有？后面没有了。三个啊、嗯！你们看看，来捡钱啊！这叫捡钱啊！钱。三个，一个，一个，这都长翅膀了。不过这种刚长出来的也可以、啊。是吧？啊，这还有我知道。两个。两个。哎，好，在这里，三个，这边四个，这个还没出来啊，出来一半，这出来一半了啊，四个，哎，来来来，这出来了，五个，阿六也捡回来了，多不多？多，啊？你缠的那个啊，一只都没有。我缠的没有啊，一只都没有，凹小没有，后面有那个有草的都没有。那我这个
你这个是这一段的了。没有朝你点的、啊，树上没抓都朝你点的、啊。哇，还可以啊！来交工，来冲工，啊，全部数下来。来，放下来数啊，数下来啊。哦，来讲不是，数下来，阿六一个，阿明一个，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还不够。哎，小野一个，四个啊。小野，小野，小野，十个。嗯，小野没有。四的还是别人家的？七个、啊。十个，四十了，五十了啊，七十了，160，170，180，180，180，不要数了，多了也不算了。那边再爬几个上来，我们都看见。180个了。再爬几个上来，留着明年。180啊。180个，兄弟们够吃就行啊！还有啊，再记录一遍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我们走过来了，来了，回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来到家了啊！研究起来啊，铲子交给你啊，嗯啊，放心好了，是嘞嘞嘞嘞嘞嘞，别的我不会嘞嘞，是嘞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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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，那个不停啊，这都没我两百多个啊，交给你了啊，有红有白有绿啊。色香味要俱全，对吧？今天啊，不囤积，我们吃薯片啊，雾林镇薯片，雾林生啊，跟这个知了猴一起油炸啊，奢侈一把，先给它油炸一下啊，哦，加锅，老板来吃几个？面粉裹一裹一点，乌林生这个是配菜啊、哦，这乌林生只能当配菜，没办法，哦、那两个就会当白糕、啊，没有青菜嘞，只能乌林生。乌林生当吃蘑菇，吃蘑菇。哦、这个是不是像炸薯片一样？啊、嗯哦，我们就当炸薯片。哦，这样炸起来你看好不好看？哦，喂，薯片，阿六，薯片，老人小孩都爱吃，哇，哦，奢侈的，乌林生这样搞的，啊，挖了阿六挖了半天，你就这样给砸了，啊，嗯，好事呢，嗯，好，蜂蛹，油炸蜂蛹，来什么条件？这更酸了。辣椒加点，香。哦，闻那么多。对，麻椒。辣椒搞一点啊，偏香。葱姜蒜。啊，这点好搞进去啊。掂量一下啊！哦喂，这条鱼不以吃为的，给它先下面，先把它炒一下。啊，风油啊，风油搞里头啊。嗯。啊，好嘞。椒盐粉啊。椒盐啊。单手颠锅啊，边颠边撒。十安王啊，配菜搞里头，搞菜搞里头配菜。人太多了，啊！先吃了再进去，是吧？嗯。那个雾林生，你尝一下。试试。啊，你尝一下。哎，脆脆的更好吃。大本脆。哦，一流。吃饱了再进去啊。
出名。这道菜的名字叫笨船三宝。飞流直下，上千尺。哎呀，会员。啊，笨船三宝嘛，三宝嘛。对，薯片，老人家薯片多吃点。过了，过了。那我们等下。哦喂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哎。干嘛？哦喂。胖子吃饱了。饱了。啊。怎么吃没有里面嘞？饱了，大家一开。小伙儿，吃都不积极啊！下班了都吃光光了，你才下班；人都走光了你才下班。这些人一点都不厚道啊！吃你都不积极了，晚上吃这么好的料啊？抄底没了，过两天再去啊！再去去洗碗，碗洗一下。什么？我才十三个，要叫我去洗碗？碗洗一下，碗洗一下，过两天再去啊。那笨船三宝剩下笨船一宝。过两天再安排啊。那一定有我去。好的。